早晨，你叫做乜嘢名啊？我叫 Indahuisa Putri Pupita Sari。你有几多岁啊？我今年23岁。你结咗婚未啊？我结咗婚。你有冇小朋友啊？我有一个细路仔5岁。是男仔定是女仔啊？女仔。你以前在哪里做过嘢啊？我以前是人家做嘢10年，2013到2016。你在印尼照顾几多人啊？在我老婆屋企有3个人。先生、太太同一个细路仔5岁。你点样照顾细路仔啊？我帮种粮，我帮种奶，我帮你细路仔。我教做姑姑，我送细路饭盒，仲接红盒。你识唔识得照顾 B B 啊？我识。你点样照顾 B B 啊？我帮 B B 种奶，我帮 B B 种粮，我帮 B B 换尿片。我帮 B B 摆饮奶。咁你中唔中意照顾 B B 啊？我中意。你识唔识得煮饭啊？我识。你识得煮啲乜嘢啊？建议简单，就饭，或者就蛋。好唔好食啊？好唔好食啊？好食。好食啊！好，喺香港见，拜拜。